机场了，好开心，真的好兴奋，我们要出国了。对，现在早上4点钟，但我们还是非常的喜悦，真的看得出来，没有喜悦到脸上爆一颗大痘，有没有？都没有睡觉。对，我们呢这一次要去台湾人也非常喜欢的日本，没错。对，可是日本呢，哎，东京啊、大阪啊，大家应该去都真的大家都去过了，去腻了，我们就是去一些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。还是一样很好玩。对，我们这次呢要去的是福井。对，哎，我真的是福井小白，我只知道那个恐龙博物馆在那边很有名，就是那边有挖掘出最多恐龙化石的地方。哈，我们今天9月15号有个非常厉害的纪念，我们就是为了它，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去的啊。大火势，你知道那个哇，那个柱子超大的，然后你要在那边推那个柱子，你知道那个画面其实蛮震撼的吗？对，超级大火势，算是一年一度的很厉害的纪念。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大火势，你跟我说你想要穿红色，然后你为什么穿紫色？我想要穿红配绿，狗臭屁啊！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大火势要穿红色吗？不行啊，因为你红，你在那个火里面可能被那个火吃掉，就想说穿一下绿。天哪，好心机的人哦！我忘记跟他讲，我忘记跟他讲。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福井应该会蛮好玩的。我相信。期待的地方还有，只要有你在，哪里都好玩。那你还穿这个颜色？打野，手气好重。缺可以。哦，他连小手都会动哎。小手棒棒哎！我天哪，好酷哦！哦哦，他拿出他的法宝了！哦哦！哇！又发现了一个文创中心，是不是？松烟 CC Park 是2022年开幕的，然后它是结合很多像餐饮啊，然后文创啊，然后有一些商店。跟一些办公室哦，落霞湾这几天一直围绕着落霞湾，我们现在竟然骑着自行车，要游这个三方五湖。恐龙果子店上面有各种福井的地标，好可爱哦！这个不是叫酱汁猪排冻饭吗？他们差点为了这个酱汁猪排冻，福井的井差点变成鱼冻哦。光炸这个豆腐，把它从生豆腐炸到变熟豆腐，就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棒了！哇，好幸福哦！哇！哇！我们现在福井车站前面，但是在这边呢，要跟我一起做一个手势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一起比耶耶，然后往内缩，往内缩。今天福井的天气怎么样？很热。哇有一只恐龙！哎，我们要恐龙王国福井了啦，好赞哦！哇，好酷！这只恐龙好会动，哎，它会动哦，我去感应一下。它对，它站在头前面，它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拍它，拍它，拍它！真的很感动，很拟真呢。而且啊，在车站前面就可以看到了。那现在啊，其实在2024年3月16号开始，从金泽啊一直到敦贺的北陆新干线已经开通了，所以大家从东京呢要来福井玩就更方便啦。好棒！对，哇，好，我们知道我们到了。你讲得很好，他很喜欢。他刚刚的意思是说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伴手礼，叫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又 get 到他。对对对，有 OK。谢谢你，恐龙兄。哇，那我们要快点做了这个手势。哇！肚子好饿，对，听说这边有个三大必买的伴手礼。对，我们呢直接到这个福井车站里面，我觉得车站超好逛的，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伴手礼，一站买齐。哎，哇！我进来就先看到了。哇，看到什么？这个。哦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哇，好多人哦！要香吗？他说欢迎光临啊。对，这是与恶虫比。与恶虫比。这个很有名呢，对，他已经开了10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超级厉害。讲讲讲讲，这个972块是有6片，对，是223块，哦，是还 OK 啦。福井名物，对啊，与恶虫比，哎，它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，哎，听说像羽毛一样，然后呢，哎，它是这样子，哦，超软的，天哪，它那个触感有种空气感呢。什么东西啊？嗯嗯，如果这里不是车站的话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庭园式的下午茶店，旁边会有一些从小桥流水的感觉。我想问一下，它里面是不是没有包任何东西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好好吃哦。它的 Q 啊，它是会慢慢的融化掉的感觉。对，这是重点。对，我觉得它是放在嘴巴里，就算你不要咬它，你慢慢含着，它会慢慢这样子。嗯。
所以像是丝绒般的会慢慢这样化开化开。哇，鱼二重饼为什么叫鱼二重？是因为鱼二重是一种织品，一种布料织品。然后那个布料其实就是非常的纤细，然后它这带有这种意思，就入口即化的意思。隔壁啦，哎，这个也是三大必买之一。哦，阿里嘎多。这是虾饼。哦，阿里嘎多。火烈哇塔口，章鱼的。但你看这个，这个章鱼脚哎。对啊，海鲜人会爱，爱惨。好浓，啊！我看到了一个关键字，福井县产的红虾 A B， A B， 还有福井站限定，看你蟹螃蟹哦，它一天只卖限定50个哦，好哦，那我们先买这两个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它还有牡蛎的哎，人气 number one 的牡蛎，期间限定哎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选择困难了，我们先吃这两个好了。先螃蟹吗？好啊。它为什么有个奶味？螃蟹你要它味道很浓，好像又会有点假假的。好像就这样子甜甜的差不多。就淡淡的，我觉得有大海的味道了。很舒服。这个是虾子哦，这个就不是脆口的了，它是松软的。这是一整只黑皮呢。那你刚才吃虾子的虾皮，那种虾皮烤超酥的感觉，它就很像把虾子整个压成干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刚看了一下，它可以放到12月。哦，哎，可以，那我们可以买。那你要试试看这个吗？哦，它这个基本上也是把整个牡蛎这样子压成干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调味，所以它没有放一些盐巴啊或者什么其他的，它就是很简单。直接把牡蛎直接压扁，好想看这个制作过程，感觉很疗愈。但是我想讲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，哇，它可能牡蛎啊、虾子啊，或者是塔口啊，那个直接这样子压缩在里面的味道会很强烈，但是不会，它就是淡淡的，对，然后慢慢的一点咸味，然后慢慢的把那个味道上面海鲜的味道慢慢的提出来，其实我觉得很舒服。天哪，恐龙的，对啊，里面是恐，好像恐龙蛋呢。对，它这个很像恐龙的脚印。哦。然后可爱。还有一个人气 number one 是什么？福井车站。就福井车站。他还拖着行李。哦。福井车站跟我们刚外面看到的那一只暴龙啦。啊，对。还有新干线。啊，因为通车了，所以它就是可爱可爱。把它放在上面。对啊，那我们要不要买一个？哎，这感觉可以送人呢。大家收到这个应该会很开心，很有纪念价值。对，我看到我的亲戚。哪一个？你的亲戚？便便。你要吃吗？好啊。恐龙的巧克力，旁边还有一个，我刚看到人气 number one。哎，达摩。它是永平市的那个，对。哦，里面是 logo。好啊。那我们就两个这个，然后一个这个。恐龙果子店上面有各种福井的地标，好可爱哦。你想吃哪一个？让我吃恐龙蛋。好，那你吃恐龙蛋，那我吃这个。姜。天哪，恐龙疗愈，适合配茶配咖啡的饼干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最厉害的就是，它不仅长得超可爱之外，还可以送朋友。就是你买回去以后，一千出头吗？200多块，然后有吃又可以保存这个小铁盒，蛮赞的。这个也是在这里大家都会买的。它奶酪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它是奶酪吧？哦，所以它这个盒子是可以带回去的，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香草，哎，香草籽。因为奶酪比较偏奶味，但它是有鸡蛋味的奶酪，口感是像奶酪那样，但它鸡蛋味好浓。在这个车站里面，除了有伴手礼之外，它隔壁还有超多美食街。就真的，你不管是肚子饿还是想买东西，你就来到这边，看到外面的那个栩栩如生的恐龙，对，就觉得超赞。我现在超期待去恐龙博物馆的，我也很期待，我真的超期待。对啊，超级期待，超期待的。
带着一颗松动的心来敲它。其实我们现在是在 Q Good 的现场。没有啦，乱讲。也是 Q Good， 也是 Q Good 的一种。因为我们不是一直说很想要来恐龙博物馆吗？结果没想到，我们除了可以参观博物馆之外，我们竟然还可以体验挖掘化石。挖掘化石啊！它里面啊有一些。说恐龙化石有点不见得能敲到，但有一些什么贝类啊，然后植物啊，也许有机会可以敲到。对，而且他说敲到贝类或植物啊，对，是可以带回去哦，可以带走的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敲到恐龙的化石的话，就是中大奖哦。对，那可以带走吗？不能带走，还给他们研究啦。要还给他们要做研究，因为这边算是一个恐龙的研究中心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从去年2023年7月啊，这边就是重新营运了，因为他们之前在整修嘛。然后他们重新开始之后，就多了这个体验馆，就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来这里体验挖掘化石的乐趣。这确定要敲得开耶？你好。天哪！你要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从边边吗？这里啊，它其实是包含解说、包含体验，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就可以这样慢慢的挖掘。哇！你这整个裂开了。你有发现到什么吗？哦，你这块有宝物。有吗？哦，我刚刚看到的那个小黑黑的，就是哎，那个有点像是会发光的水晶。或者说，柜子嘛，就是树脂哦。其实每一个都有历史的价值，不过就看我们看不看得懂而已。这个石头有几年的历史啊？1000000000年前，这个石头，那光是这个石头就很有价值。哦，有不一样的东西哦，这是植物的化石。哪里？这个。哪一个？亮亮的。老师，是这个吗？它扣，它扣。一定有一个被震。什么？一定有一个啊！这里啊，这个就是吧。好了，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假装哦，假装。哎，在哪里？对，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哦。看，看。好，看背。散那个蛤蟆。背啊，蛤蟆，蛤蟆，蛤蟆。1000000000年前的背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它旁边这里。这个锯齿状都保留得好完整。哦哦，打开了，开了吗？这里还有一个，两个背中背，这个也是吗？先生，先生，背的是，好哦，哎，拿出他的法宝了。幸运星，而且我没有把它破坏掉哎，你看它这样子。刚刚知道一个很兴奋的事情，很惊喜哎。老师说啊，我们挖到的是目前从去年七月开业以来挖到最大的、最完整的。最大的。那我们就把它藏在这边，下次大家自己来寻找，这样对不对？这里。但听说啊，他们这边呢，除了我们挖到贝之外，还有客人挖到那个哺乳类动物。哦，不是恐龙，对，不是恐龙，不是恐龙，也是1000000000年前的哺乳类。哇，怎么发现呢？很难呢，真的蛮难的。所以有很多惊喜就等待大家来挖掘啦。因为其实有博物馆，然后这边是个体验场所，它会依照你不同的年龄啊，可能小朋友、国中生，然后大人，像我们是1150日币，就大概300块，你就可以体验一小时的这样子挖掘的乐趣。对对，很好玩。我们等一下去那个博物馆看。好啊。即将前往地心的世界，地心冒险，地心冒险，看哇，我要做一个很长的垫步地下去了。听说下面就有一只很大的暴龙的化石，霸王龙，是福井这里发现的福井龙，四暴龙，它的名字叫类似的是四暴龙，四暴龙。哎，在日本啊，有很多就是挖到恐龙化石的地方，那全日本最多挖到就是福井，所以这里就有这个福井博物馆，那大家都说恐龙王国。哎，这个就很完整哎，这个植物的遗迹就很完整。啊，有一些花啊、树啊。你看旁边就有鱼的。鱼龙。哇，好完整哦。翼龙的前肢哎。翼龙。整个。你看旁边这两个墙，这都是骨头哎。那全部都是化石。哇。这个不知道花多少年才可以有这样子，
一整片哎，嗯，他们真的好伟大。去楼上看看，上面那一只跟昨天有得拼，因为我觉得他这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做那个电动的头，做跟真的一样。你看这个，你可以从上面直接俯瞰下来等坐。哇，我很痛，我很痛。这边啊，你说辅警只有两件吗？对，然后旁边就有展出一些大火势历年来的一些海报照片，然后我们这一次是第30周年的这个大火势的活动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棒了！哇，好幸福啊！哇！好感动，好感动，我超感动 ！Oh my god！ 啊，哎，这真的有感动哎。这真的有感动哎。它会动吗？会动吗？它会动。你要站在它前面，它才会动，是不是？来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小小迷你动了，还暖身，还暖身，来了来了，哎呀妈，嘘嘘嘛，真的，哦，他连小手都会动嘞，他小手都动了，我天哪，好酷哦。这边都是全部真的挖掘出来的骨头。我们刚刚光是看那个可爱的模型，就已经可以驻足30分钟。然后这里是真实的，对，真实的化石。其实这整排都是在福井圣山这边，就是挖掘出来的恐龙化石。然后这边啊，大家看到这个比较完整是模型啦。然后下面这里呢，有一些真实的，你看像这个，嗯，然后这个恐龙啊，还原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它是福井暴龙。哇，这就是庆典般的气氛，超级大火势！哇，我们现在啊，开心哦。这个祭典比较特别，我们买的是有包含这个火把游行的套票。对，就是呢，如果你有这个手上这张券的话，你就可以拿这个火把，然后跟着排队的人龙一起到座位上去看这个祭典。对，这样一整个套票的话是3000日元。嗯，对，一年只有一度的超级大火势哎。然后它每年其实人数都不一定，然后像今年的话是250个人。对，而且现场超热闹的，人好多好多。我们等一下，哎，游行队伍已经开始往前了，我们等一下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走。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落霞大饭的超级大火势啊，它其实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，然后再开始办这个祭典啊，也已经有30年了，定30周年的大火势。而且其实现场有很多表演啊，比如说像太鼓，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其实看到很多的彩排，其实看起来蛮震撼的。对，而且现场还有超级多的摊贩，还会有烟火哦，最后还会有烟火，最后面哇，视觉响艳，期待哦，我们要去点燃火把喽，我们的圣火 ，fire！很烫，温度其实对啊，温度蛮高的。你看这样很美耶，大家在这个落霞河这边，哦，这个祭典最刚开始其实是为了要平息这个火灾，为了要祈求有好的农作物五谷丰收。哎，你知道超大火炬那个啊，有20尺高，然后一吨重，40个大男人哦，才可以把它推动哦，没有把它扛起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，然后转，嗯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奇景。哦，这里就要收回火把了。哦，我们已经走到终点了。嗯，我们成功的把这个火把对运送回来了。你看我们的火把还是很完整，对，代表我们的运势其实是非常的好，代表我们会丰收哦。对，我们代表着五谷丰收的，我们的收视会长虹。哦，有人在。哦。哦 ，Thank you， 阿里阿多，阿里阿多。啊，好近距离看到这个哦，很巨大，这个扛得起来吗？不可能吧。你看我们刚火把这么小，这火把超大的，它等一下烧起来一定超震撼。它有点像叶子的形状。嗯。我刚想说呢。
冷场哎，聊我们，好厉害哦！聊我们为什么边走边看？因为我们要赶，就刚刚那个人潮跟跨年散场一样多人，我们要赶在散场前赶快去搭车。他的烟火放30分钟，你不拉我吗？你不拉我一下吗？我呆掉了，太好看了。留在这里，我们刚刚那个角度比较好。你都不拉我一下哎？怎么了？刚刚被那个烟火吸引住，我不想走了。我也是啊，我眼球。我好想坐在地上哦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好美的，哇，大来了，最大的，最大的，看完这个，哇。哇，我觉得好过瘾哦！我们没有看完啦，但是我们要赶快。还有，哇！好。哦，来了来了。我们就可以跟这群人说拜拜，我们可以走，我们就不会堵到车。对对对，好棒，谢谢福景给我们这么美的夜晚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始。福景真的是哇，完爆啦！昨天看完大火势，我们都没有在这周边好好逛一下。其实这附近蛮好逛的，你看这边有鱼市场。好。然后后面还有药妆店，然后远方还有咖啡厅，但是我的伙伴他已经在里面迷失了方向，我们进去把他抓出来。我看到他了，我终于买到我找到你我想买的水果了。这里有好多水果，我刚原本以为他是因为他写海渔港直送海鲜，我以为里面全部卖海鲜，就里面什么都有，是一个超市。对，现在刚好是那个番茄的盛产季，这番茄好大颗哦。对啊，这都是福井县的，然后买了两个不同的，我们大家可以吃吃看，看满满的tomato，渔港直送的沙西米，这名字是名吗？在就这里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我想买，这里有落霞湾，我想买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会爱吧，我眼睛发光，真的。这里有很多新鲜的鱼货，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名物，就是可以来生鲜超市。我好爱逛市场哦，真的。采买完毕。耶！我昨天在大火市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好奇这一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有一个那个像很多个玻璃屋组合而成的，有点像货柜的感觉。嗯，它感觉很像文创中心，是不是？松烟。CC Park 是2022年开幕的，然后它是结合很多像餐饮啊，然后文创啊，然后有一些商店跟一些办公室。哦，对，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逛起。我想要买衣服，可以坐在这里吃东西耶。好。啊，对啊，我们昨天有来这边上厕所。对，然后有一些你看文创的小朋友的那个画展。我们现在呢要来去，一样是在这个玻璃屋里面，然后它在另外一栋。对，你看它这里其实就是这样，有两栋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，然后这里就有很多吃的啊、喝的、汉堡啊，然后做指甲的。刚说就是要一些给创业的青年有一些空间，他们可以卖衣服啊，可以做脸啊，做指甲。这边啊，你说福井只有两间吗？对，然后旁边就有展出一些大火势历年来的一些海报照片，然后我们这一次是第30周年的这个大火势的活动，看它从1998年第四次就有5万人参加，然后而且它人越来越多，因为我刚看上去最到那边是7万多人，我们就在这里。就干干净净的感觉，这是酵素，酵素类的饮料。我觉得啊，像这种文创的咖啡厅有书是很重要，因为大家会想要待久一点，就点个咖啡。你看坐在旁边，你是一个台湾人，有日本书对你来说好像也没什么用。我跟你讲，上面全部都写日文。跟你讲，日本的绘本可厉害了，就是可以让大家在这里假装文青一下，然后我们点个咖啡。
把这个分享给他们。OK。耶、yeah! ！我们刚刚就是这样绕了一圈，我觉得真的不过瘾了，要不要挑战九小时？开动，开动！酱汁猪排饭、嗯，要变成一个当地、嗯、来到这边一定要吃的东西，就是要团结。而且、嗯、这个不是叫酱汁猪排冻饭吗、嗯？他们差点为了这个酱汁猪排冻，福井的井差点变成福冻。哦。可以给你拍一点，你最好看得懂了、啊。这全部都写日文呢，你要么你少说至少拿一个那个至少是照片的那种书来的。没有啦，因为它这里有很多典藏的书，然后可以就是拿一本书拍拍照。对了，也很棒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点的是一个刚前面看到的酵素，酵素。嗯，我刚点的是汉堡，喝起来会很酸吗？不会耶，真的吗？它蛮有那个果皮的一点点微苦的味道。嗯，好。它、哦，我觉得它果皮的苦味蛮重的，哎，还 OK， 它不会很酸呢，对，我觉得不会很酸呢。哦，你这咖啡好好好，但我刚喝过，你这咖啡没关系，很好喝，真好。你刚不是很介意吸管吗？我不知道你喝过，它的咖啡喝起来我觉得很轻盈，有点像是福岛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。哎，你不可以，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子哎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哎有哎，有那种轻盈感哎。不是因为你刚被你讲完之后，好像我又觉得我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可是我会想，再喝一口之后就有那种轻盈感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跟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办？现在要喝哪一杯？我都不要，我吃点心。这个千层是原味千层吗？我先吃一口咯。好。如果啊，你们就是在这里可以挑选一个看得到那个落霞湾的位置，它外面有蛮多会晒到太阳的位置、哦，可以看到漂亮的景。哎，我们播出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凉爽的天气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那蛋糕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就是感觉来到这种很文青的地方，然后你吃着这一些食物，都会感觉好像特别想要好好的品味这个味道，就想要步调会慢下来。对，我觉得就像这个，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千层的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那个面包体蓬松的感觉，对对，跟平常吃千层是那种，有点像可丽那种法式可丽饼润皮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，这是会有饱足感的那种。对对，幸福幸福。然后他们还有老板招牌啦。那这个 cheese 会不会太罪恶了啊、嗯？给我这样子留下来、嗯，我可以咬一口吗？好啊。我也只能说好啊。我看着他之后，好想要吃一口哦、喔。你刚刚怎么对我的？因为怎么样？男女授受不亲。如果是好姐妹那种是口，你可以把我当姐妹。好，把你当姐妹。我觉得这有意思，它跟看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嗯，那因为我觉得汉堡肉它不是那种属于那种很碎很嫩的那种肉，它里面好像还放一点点绞肉，对不对？它是牛猪混合。对对，那个口感我觉得会更好。嗯嗯，而且它那个面包真的就觉得老板真的细心挑选，它那个面包的那个跟那个肉接触的地方都吸满了那个汤汁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吃的时候我以为，因为它 cheese 给我多成这样。我原本以为会是都是 cheese 的味道，很浓，可它的 cheese 反而没有什么很浓的奶味，它是那个面包好香哦。通常吃面汉堡，大家最想要就是肉，肉很重要。我觉得它肉有达到那个很多汤汁跟肉的口感之外，它的面包是我真的觉得厉害。哎，那咖啡好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不喜欢咖啡有酸味，不喜欢咖啡有苦味，只喜欢那个香味的话，你就点这一杯，它就符合那种啊。我不想要太苦，不想要太酸，我只想要有咖啡豆那个浅焙的味道，香气，它就是这种系列， okay, 清新感。当你要开始上班的时候，你却找不到零差，你只要来超市找它就对了。福井真的好多超市哦，我相信我的伙伴应该还在里面吧，来看他一下。果不其然，大小姐，你知道我们要上班了吗？我上班了。你知道我已经找好旁边有一间很厉害的猪排饭。猪排饭，猪排冻，酱汁猪排。酱汁猪排，对，来到福井也是必吃。可是你不觉得这很厉害？你看，它是青鱼哎，因为
福井的青鱼啊，也是大家都说很厉害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我们可以买这个青鱼罐头回去。我跟你讲，我很贴心，隔壁除了姜汁猪排之外，连青鱼也有，青鱼冻，对，真的假的？放下它，我们赶快回去上班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好吃，我再回来。你不要一直逛超市啦！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下车，我一定要拿一条绳子拴住你。不，你每次都很像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学一次给你看，你每次都这样下车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哎，旁边有超市哎，我去逛一下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然后他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他就这样子。哇哇，好疯！去吃饭，快点！酱汁猪排跟青鱼冻 ，Let's go！ 都这一家吗？对，就是这间。他就在超市的对面。我就说吧，超市很方便。你看游览车停在那，就超市隔壁就是你说的一定要吃的。对。酱汁猪排的卡子冻。我上次我们去福岛的时候有吃到很好吃的卡子冻，没想到在福井这边呢，也是他们当地的名物哦。对，你看有超多人来过，满满的名人墙。你怎么知道这些是名人？因为有签证，一定就是吧。你看福井县产的米，他们有使用福井县的米，认真好吃，走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酱汁猪排饭，心心念念，我先咬一口哦。我觉得它是酱汁味道很吸引人，它这个多了一点点那种果醋香香的味道，有一种水果香很开胃的感觉耶。吃白饭，一如往常的。是那一种外面很像被一个东西保护住的那种米，好香哦！就是啊，我们吃米饭的时候啊，它外面会有一种像是被油包住的感觉，有一种很湿润。对，它外面有一种那种哦保护住的那种米，好好吃。酱汁猪排肉，来到福井。有一家很有名的创始店，对。然后，因为大家可能查资料都会查到那个，然后那一家其实是最刚开始卖这个酱汁猪排冻在福井这边。然后后来呢，因为他们开始做这个，然后开始感觉大家看到生意很好，也开始就是做了这个东西，对。结果就变成福井这里当地的名物了，就非常有名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需要大家这样帮忙推广。如果你看，当初如果这一间这个猪排冻的话，可能那个气势不会起来，人家所有人一起开的话，我整个福井的那个特色就起来了，就像台湾的萝卜本一样。对啊，对，就变成一个当地来到这边一定要吃的东西，就是要团结。而且这个不是叫酱汁猪排冻饭吗？他们差点为了这个酱汁猪排冻，福井的井差点变成浮动哦！我刚刚听到这个也觉得好可爱哦、喔。可是没关系啊，在台湾他们可以继续叫浮井，因为那个洞啊，大家都会念洞，其实那个字念井，三声井，是因为日本的发音叫洞，然后后来大家想说哦，洞饭洞饭，台湾才变成有了这个洞，就加了这个注音进去。真的哈？对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也是来这间店必点的。哎，那个是我刚刚要吃的那个青鱼罐头吗？我跟你讲，超好吃。你是你刚选择的猪排，我不会再给你吃这个了。你吃错方式了耶！怎么样？是真的啦，要跟大家说，它其实一拿到的时候会是长这样，上面已经撒好了这个海苔丝，然后你看上面有当地的这个青葱，然后这个是红姜，然后有些蛋丝啊，然后跟青鱼，还有它中间放的这个有点像柑橘的酱汁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它会像韩式拌饭那样，有没有？把它整个拌开。全部拌一拌，我还蛮好奇它那个柚子酱的味道，吃一口看看。我觉得它柚子酱的味道，你这样拌完之后你就吃不到了，真的好。因为它已经完全被稀释掉了。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那样子，有没有挖一口，然后再沾一点柚子酱上去，那味道才会出来，是不是吃不到柚子酱的味道？因为我不知道柚子酱本身的味道是什么，可是因为我们来到日本了，你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们其实当地人是刚刚。他们特别跟我们讲要这样子吃法，对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跟观众们说，当然你来了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吃法，可是第一次嘛，我们总是要入境随俗一下。但我真的觉得他那个青鱼很好吃。我昨天在超上的时候有看到那个青鱼干，然后还有刚刚在超市有看到那种罐头青鱼，可是为什么只有这一家店有卖青鱼冻啊？很特别啊！我知道了，因为他说。他刚开始在交流会上做了这道料理，然后就大受好评，
然后就后来他想说，哎，都没有人在做，那不然我自己做好了。嗯，对，所以后来呢，就在福井这里，你除了可以吃到当地名物酱汁猪排冻，你还可以吃到青鱼饭。落霞湾，落霞湾，这几天一直围绕着落霞湾，我们现在竟然骑着自行车要游这个三方五湖。哇，住在这个海边的小屋感觉很酷哎。我刚好看到那个水超清澈的哦，你可以直接看到水底。它这里呀，有五个不同的湖，然后因为水质不一样，然后每一个湖看起来的颜色也都会不一样。而且我们今天天气超好，这个阳光超级好，好像套一个滤镜呢，超美的。我们在这个落霞湾的自行车道，其实它总长我觉得蛮久的。他说不休息的话，要骑大概九个小时才能骑完。九个小时不休息哦，时速大概十五公里的话，要十五公里大概多快啊？大概我们这边有，你这边有那个时速表？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十应该是十，十五哪里有时速啊？差不多这样。哦，十五差不多这样，而且是电动车，要九个小时哦，九个小时哎。因为它其实在那个我们整个福井南部啊，有六个不同的厅，然后这六个地方全部都有自行车道，你可以连成一线这样慢慢骑，慢慢感受。那我们就初学者啦，好感受一下这个五湖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在美滨厅的车站那边租了这个自行车，然后我们自行车是四个小时800日币，便宜。然后如果四小时以上的话是1600，就一整天你可以无限连骑。你去这边要骑九个小时。小心，对，应该没有人会想要挑战吧？很进阶的人可以挑战。九个小时哎，你骑过最久是多久？就是没有休息的那种。半夜骑到应该。是九小时是 OK 的，七个小时。哎，那你可以哎。现在是在日向湖。哦，日向湖。日向湖会让我想到排球少年。什么？我想到日向宁次。日向翔阳。你知道日向宁次吗？不知道。火影忍者啊。哦。那你知道日向翔阳？不知道他会干嘛？排球少年啊。哦。耶。好舒服哦。好舒服的。这里不是四方五湖，是舒服。我们刚刚就是这样绕了一圈，我觉得真的不过瘾，要不要挑战九小时？九小时吗？骑到这电动车都没电了。哎，我觉得他有喜欢脚踏车这个行程，因为它是电动的啊，电动车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里最棒的是骑乘的路途上都有阴影。对，你只要骑进去，其实就有点微森林感。对，然后就在一个阴影底下，没有刚刚那么热。而且骑完，其实中间你想要体验一些别的活动也可以，像这边就是有可以钓鱼。来日本那个投币式是每天都必须要的。要喝什么饮料？我们现在来的这边啊，是不是要介绍投币式饮料机？是它的对面。对，你看这里，这个饮料机就直接是这个油豆腐冠名赞助哎。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后面这个湖口，超有名的耶。真的哦。这边在福井，就是比如说你来福井旅游的话，你一定必吃的一个油豆腐店。而且它已经开了99年了，将近百年的历史了，很厉害。美食资讯，优惠好康，随摇随到，还能整机重看，名店好物轻松挑，吃喝玩乐超无敌，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哦！哎，我们，我跟大家说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报告一下？手开是因为他们今天其实是没有营业的。对。对，他们是为了让我们拍摄，然后特别开的，所以你看里面有密码，跟没有客人是正常的，因为今天其实是他们的定休日。我们不能进去。对，
你要走进去吗？走那边啦、啊，你看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超黑。介绍这边，这边其实就是他们的伴手礼区。我刚刚已经看了，真的，而且我看都不能买。你看。今天呢、啊，其实特别他们，因为今天只有，今天是公休，只有我们客人，只有我们，所以他们直接把这个厨房搬来外面了。而且它其实一炸的时候，那个豆香味好浓哦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职人炸这个真的是职人。光炸这个豆腐哦，把它从生豆腐炸到变熟豆腐啊，就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看生熟度，其实也可以选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招牌的话。要一个小时，而且他刚刚刷那个皮哦，恰恰那种感觉。全民叫，哇！你看他在翻的时候那个声音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哇！那个皮啊，然后我们的臭豆腐一样酥酥脆脆，感觉很好吃。这个不是开放式厨房，是人家今天特别为我们把厨房搬出来了。平常是在里面炸的啦，不过我刚刚在旁边就已经听到哔哔啵啵、哔哔啵啵的那个声音，觉得好厉害。你的为什么不用特别？啊，因为我的是有个是半熟的，半熟的，对，因为如果你喜欢豆味比较浓的话，你可以吃个半熟的哦，然后豆香就会比较足，我觉得你要试试看，好哎，它里面很 juicy 耶，好纯粹哦，因为它吃到后面一开始有豆香气，但后面是甜的耶，嗯，天哪，超级香，超级香的，它夹起来这个重量，我真的是觉得还蛮重的，嗯，我刚一夹起来的时候，发现它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缝隙孔洞，可是你刚一吃，感觉水分是多的哦，嗯，好吃哎，我们刚才吃的这个啊，是耗时哦，20分钟炸出来的，它中间还有一点点保留那个豆腐的软嫩度的。我刚刚在看他们炸的时候，就觉得他们真的是超用心在对待每一块豆腐的，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一块油豆腐。这个面就有13公分，然后厚度有3公分哦，然后重量有300公克。嗯，而且他说这个就是跟食物大小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厉害，超大，它真的是太美了哦。等下。他筷子插下去，那瞬间自己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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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插不下去。他需要有一点点的力气耶。嗯。我把它分开。哇。哇，它一样，就是你可以。哇。哦。怎么样？跟刚刚感觉不一样，这更，因为它炸得更酥，所以它的那个油香味会更浓郁。Oh my god！ 哇，你看那个。你看它那个横切面，哇！我光是想到这一个要这样细心呵护50分钟，我就觉得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很恭敬的心情去吃它。真的，福井县他们的油豆腐是非常有名，而且全日本啊销售量第一。真的，就是福井县他们的人最爱吃这个，而且你知道福井其实是日本最长寿的地方吗？真的假的？他们很爱吃荞麦面啊，然后还要吃豆类啊，可能一些健康的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全日本最长寿的，排行第一名的。哇！哇！美！哦，十八老师，配白饭。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边边跟中间吃起来口感不一样，因为它其实豆腐很大一块，所以它的内馅的地方其实很多，然后中间很蓬松，可是外面这里却吃得到很酥香的那种味道。哎，跟我们平常在吃到的油豆腐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原汁原味。然后他们还有推荐另外一个吃法是，你可以用这个。萝卜泥，然后再加他们月前的酱油淋上去。Oh my god！ 好的，哇，哎，这跟我们刚刚在伴手礼店看到那个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所以它可以带回去，就是这样。来了。但我们今天不能买，只能给大家看。啊，那这回去以后就是复热就好了吗？我看一下后面应该有写，那我用煎的，用中火煎3分30秒。然后再翻面煎1分半，就完成了。来喽。不对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他给你，吃完这豆腐，灵感突然来了。我有感觉。我有冷笑话的感觉了。请说。来，我考你们一些问题。你要现场冷笑才。请问，豆腐如果出家当和尚的话，它变成什么豆腐？来啊，你讲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南部没有出家的豆腐吗？阿弥陀佛，你居然知道，超级老梗，超级老梗吗？哎，你们还笑得那么开心啊？啊，真捧场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
加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我觉得每一口都不一样，它给你这么大块，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吃法，它可以单吃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沾一点盐巴，然后还有盐盐跟月前盐，然后甚至你沾酱油、沾萝卜泥，然后或者再配这个，各式各样不同的吃法。我觉得你要试试看这两个，我觉得它的感口感非常特别。我觉得爱豆腐的人来这里会超幸福。嗯，我是在喝汤吧。它所有高汤都已经渗到它的毛细孔里面去了。而且我觉得它口感其实有点像蛋糕哎，这么的滑润。嗯，但这个的味道平常比较吃得到，可是这个我觉得它一定会非常的滑润。就是绢豆腐了吧？哦，很香。好爱哦！所以我就觉得每个食物都非常的纯粹，好高级的感觉。对啊。